这是谁又惹你了？跟暴风雨似的，说来就来。还能有谁？你爸呗。嗯，他这一天再气我，明天我就给他辞了，给你们找个新爸爸。赶紧去吧，放屁还不能说臭，谁能受了？因为个屁，至于的吗？再说了，那也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呀。跟你一个标准，是个男的就行。是个男的就行。妈，你这要求可真不低。哎呦我的妈！来吃。不生气行不行？啊，都不稀得看他了，是不是？